旅行的时候都干点啥？我们是棒棒来玉米地里摘棒棒。我美吗？好美啊！先把主厨拎出来。主厨，主厨，你太甜了。哎呦！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真实生活中我们的样子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先把那个你做的太简单了，我用到了小魔仙阿姨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你最最最重要，是不是有点狂？对啊，就是跟音乐啊、跳唱歌、跳舞那些工作无关的，纯粹的我们这几个人。我这还剥壳。第一个菜，馋嘴煎蛋。我们印堂就是这个样子，手撕剧本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会不会有矿挖一挖，还能发个财？前后摇塔了啊！后摇塔是哪里？后摇塔塔楼是哪里？现在就很真实，就真的是极致，极致。我胖到过130斤，我妈呀！我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，打脸怪。等我给你爸一下阿姨啊！怎么还有 M 呀？万丈光芒不一般。什么样的硬糖是女憨憨的女神？阿姨是我们一起跳舞吗？赵月，你像个女孩似的，行不行？很难，你跟我聊聊天呗，阿姨。哎，搓玉米，搓两个，搓三个，哎呦，永远这样跟着你。来这个搬运的，快快快快！加油！我在里面。我要撕皮！我这个手套不要了！不是不是，溢出来有什么皮呢？硬糖定律是真的！你们理解的硬而不杠，甜而不腻是什么意思？极致，极致，极致，极致！如果没有理解到，我们再告诉你一遍，一起来，一二三，极致！具体是怎么极致，需要大家自己去，去看团综，看团综。